对，就是因为那个讨厌的触手，哼，他要是没有阻碍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赢？他怎么可能会输阿萨辛？气死我了！我的朗萨才不会输阿萨辛好吗？对啊，嗯，实在很强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我的阿萨辛弄那么，不要把我的朗萨弄那么弱，好烦哦！真是虐，真是虐我的阿萨辛，虐我的朗萨，气死我了！男主被豆子压的时候，内心话废话太多，好好笑。嗯，电子在动画跟游戏中也是不同的，嗯，也是啦。嗯，可是很可惜啊，因为毕竟其实他本来就没有那么弱。从他，因为毕竟他的速度很快啊，因为朗萨的速度够快，照理讲他不太有可能会输阿萨辛。而且因为应该说，如果他开宝具的话，基本上阿萨辛也是必死无疑啊。就是嗯，比如说如果在动画中，动画中他的宝具是100%必中嘛，对，除了游戏不是。游戏这样就太那个，有点太 OP 了，所以没办法。连接，就是因为对女主角太强，好不好？女主角不是人，她已经不是人了。时间到了，好，拜拜，我也差不多要下了。对，哎，可惜啊，我可怜的 Lanza 每次都要领便当，而且都要领那个最可怜的便当。你知道金闪闪，至少金闪闪就是对他的画面就是没有那么的凄惨，我的朗萨很凄惨啊，可恶！反正就觉得能不能让我的朗萨好好的离开，一定要这样虐我的朗萨才开心啊，那种感觉。谢谢海不散的告白气球，应该算。对，说实在 Fate 好像是我目前唯一一个没有喜欢男主角的一部动画，因为我喜欢的是朗萨，我没有那有那么的喜欢 Amy 啊，就是普通，就是哦，就是觉得哦还行，可是没有到那么喜欢。最主要喜欢的是朗萨，然后其他的男生都还好，金闪闪也是还好，对，就普通。但是就是比较喜欢的是朗萨，好像就这一部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男主角，但其他大致上都是喜欢男主角比较多，像鲁鲁修也是啊，然后火影忍者的话算一半一半，因为火影忍者是好几个算双主角，火影忍者应该算双主角，所以也算主角，其实好像大部分都喜欢主角居多，就 Fate 比较不一样。嗯，我要来玩，被客人虐，谁呀？叫他自己下来拿，神经病！这也没有喜欢啊，我觉得费特的主角普通吧，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就是觉得还好。虽然说他没有就是不好，但是就觉得他的给我的感觉还好。朱雀，也不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刘德旭。对，谢谢 Kia 的新之怪，谢谢华爷士，谢谢大家，我要念排行了，干恩。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刘德旭的个性，还有他的那种给人的气质吧。他跟朱雀本来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人啊，就是原本就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世界人，毕竟因为朱雀原本就是皇子之一嘛，但是就是对各种原因之类的，对，但是就是应该说朱雀的他那种经历跟过程吧，就是他慢慢从一个也是一个很中二然后很屁孩的人，就是转变的那个过程，我觉得真的很就是给我的感觉很多吧，对，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一种转面的感觉，朱雀也不错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鲁鲁修的服务，
就是他给我的感觉，我比较喜欢那种，我比较喜欢他的个性，还有人设啊之类的。嗯，但我也喜欢偏中二角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喜欢那种转变的感觉。英也可以，为什么要选男主角？男的干嘛要选男主角？太好笑了吧，可爱、欸。喜欢的是，只是选一般要选七次。可是你男是男生好吗？我说以女生的角度来说话，男生会选 C 次很正常啊，我自己也喜欢 C 次啊，我也喜欢 C 次。喜欢的是乐 C 次，那也是女神之一耶。然后我的女神是 Inori， 对，我目前的女神是 Inori。我来念排行历史是 Kamui， 谢谢 Kamui。第九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第八是帮兔，谢谢帮兔，好耳熟哦。这首吧，あの夢をなぞって，この曲かな？多分。哦，我是女神，第七是太空，谢谢太空。第六是开闸，谢谢开闸。第五是得体，谢谢得体。第四是无糖，谢谢无糖。第三是幻影战士，谢谢。喜欢的是没有口红的我，看起来有点可怕。一下好了。谢，喜欢的是。淡啊，刚刚其实没什么颜色。谢谢，欢迎的是，谢谢。第一是不啦，第二是海亚布沙，谢谢海亚布沙。第一是饭团，谢谢饭团，谢谢饭团，谢谢，谢谢炸鸡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、キスジュジュとラブ。谢谢坏蛋是 kiss 啾啾。じゃあね、じゃあまたね。また16日。我们16号晚上见，应该是16号的晚上哟，大家不要忘记了。我觉得我会累死，因为我现在才发现我16号超忙的，超好笑。16号干嘛来着的？应该还行啦，应该还可以。希望我不会睡着，我觉得算，我觉得我应该睡着。我觉得我应该播到睡着，好好笑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见你。是晚上啊，晚上，谢谢。大家不确定的话呢，可以去看看我们官网上面的时间。他们都会有时间表，拜拜，谢谢佳吉，加油加油，干嘛的呢？